将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总是无限痴缠，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连，但我给岁月印下一颗沧桑脸，描画得失背后身经百战。愿你知世事每事失去了预算，要接受的恩恨哭笑难辨，就算某人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愿你知世事每事失去了预算，接受的恩恨哭笑难辨，愿你记住往事就如一切也未变，你会快乐地怀念昨天。小心一点。对不起，不好意思。攞啲嘢出嚟，边处嚟噶？番禺。吓？番禺啊！我初中毕业，明唔明啊？高二，
點解咁多包煙啊？國家冇規定婦女唔准食煙啩？你唔知規定只可以帶100蚊港紙嘅啫咩？我男朋友嚟嘅，系咪帶得多都要充公啊？我哋製衣廠，代表我哋全澳門歡迎大家嘅到嚟，啊，幫助推動澳門嘅製衣業，同埋減輕工人嘅工作壓力。澳門係一個好地方，你哋好快就可以領略到噶啦。咁我哋廠方嘅訂單咧幾緊張噶，咁我哋咧就會盡快安排你哋埋位開工。有時緊張起上嚟咧。就會加班到夜間10點。哇！10點啊，你搞錯啊！人咩啊？大家先不要怕，要加班嘛，好事情来啊！可以拿多点工资，赚多点钱喽。对对对，啊，我祝嘛大家嘛，工作愉快，生活嘛愉快。改天啊，工厂会发一份工作证明书给你们，拿着之后上街呢，就不怕给人当合适居民了。等3年合约满了之后啊，或者你们回老家去探亲，才可以拿这本护照回去用哦。清楚不清楚啊？我再正式的讲多一次啊，你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工作，千万不要打什么鬼主意哦。没鬼主意啊。比方说搞什么小动作跑掉了，因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了。 No， 这是祖国和澳门政府都不允许的。另外根据合同，你们每个月的工资是1000块，我们劳务公司呢收取300蚊，做一下你们提供宿舍和照顾的费用。那如果我回去探亲时，还要不要另外收费了？对呀，又是300块。啊，又是300啊！这么厉害。听着听着，这个宿舍的设备都很齐全，有水有电，所有公用物资你们都可以自由分配自由使用。但是首先声明一下，除了你们煮饭的冲凉的用具，其他的东西一律要放在自己的床上。喂喂喂，这又是哪个吃完的饭没收啊？你们看这哪个鞋堵在路当中。这两对到底是谁的？是不是你的？不是我的，阿兄的。阿兄那对有争的嘛，这对都没有。快快快，别待在这里，里面有空床，自己找个位置。
休息一下啊。出发电台现在报道新闻处消息，卫生司发出公告，第789M 号法律已经在本年11月4日。系表姐有藏啊！其中第7条、7条、16条嘅条文，定出咗有关服务同埋药品广告所需要遵守嘅条件，特别系指食药、药物各种意思。喂，医疗服务，火水炉要放厨房噶嘛？咁厨房喺边度啊？我当医师啊，帮我地转去得了。都冇晒位啦，拎开啦，就等呢度啦。仲有啊，你哋要冲凉洗衫买嗰啲盆啊，唔好用我哋啲盆啊。咸湿情信咧。放喺厨房地下，要知就得咯。好睇啊！阿明，验条区我哋先。喂，喂，阿兰，你话俾阿花知啫。唔好讲，唔准讲。阿明，你验条条，小姐，你做咩啊？老土，摆喺边好咧？是啊，点解带咗佢张相落嚟啊？点解唔带得啦？姨丈话你成个唔同呢班人玩啦，先至俾你落嚟噶。佢信你又信，梗系啦。姨妈仲讲啊，佢好坏噶，呃咗单位好多钱，攞去唱港纸啊，足之啊人都走咗，唔知去咗边度啊。而家公安局要通缉佢添啊。我唔知咩，以你报告咩？佢啊有命走啊，都未必有胆翻嚟见你啦。你想见佢啊？不如登天仲要。表姐啊，你喺边度啊？去八楼登天啊！喂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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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唔该，黄玉华。咩人嚟噶？住客嚟噶。呢度住宅嚟噶咩？冇人住啊！吓？他去年才给你的地址我啫，好远嚟噶，你可唔可以帮我揾下？呢度系咪筷子机？三和搬走晒啦，冇人喺度住啦，打错啦你。喂喂，你做几楼的？九楼，今日到步嘅。给我卡一下。睇完未啊？睇这些新来的要给我看紧一点啊！好。澳门六村商业电台，早上6:05，林忆莲早晨。仍是昨夜的清风，有歌啊！你哋得未啊？得啦，得啦，得啦。表姐啊，洗面啦，系啦，靓啦，靓啦。老细，齐晒啦嘛，啱数嘅。你哋个个都做过车衣噶系嘛？做啊，举手啦！诶 ，Esta non voglio fare se esto una penella, fasto ma？ 你冇同劳务处讲过话要请识做车衣嘅咩？讲过啦，话明熟手唔要噶。熟手，熟手洗地定耕田？唔止，同男仔游车河、饮可乐、跳舞，都好熟手噶。
你煮完就行啦，挂住晒。系啦系啦系啦，哎。表姐啊，饮饮水啊。好啊。嗯。我系爽啲手啊，赶住落课噶。喂，唔系话点啊嗰啲？唔系，你而家做唔做先？嗱，做就做，唔做翻大陆。喂，爽手啊！唉。到你啦，我咩？嚟快啲啦！小心啲啊，宝姐。靓女，点啊？冇男朋友攰啊？啊？快快，我脚咁唔轻，咁细个还带落？攞翻你帽嚟啊！走啦，下次再嚟发财啦吓！做咩噶？我搵人噶。睇下有有冇冇啦。钱啦，定系美鞋？谢文生，呢有冇位叫黄玉华住下？冇眼睇嘅咩？呢个马栏冇住人好耐噶啦，呢度成半年冇租俾人住噶啦。什么什么？肥人的生活才加点班就脚天脚地？你每个月挣的钱比国内的教授还要多。上厕所排队，上厕所当然要排队了。不高兴啊，回老家蹲茅坑去。生活苦闷，我讲过多少次啦，大家都是一家人嘛，一家人生活苦什么闷？胡说八道，什么思想？笑，有什么好笑？还有你们这三个，什么电影不好看？看那些乱七八糟的黄色电影。要知道，你们都是代表中国工人阶级在这里的，才来了几个月，就变得这么随随便便。哎呀，你回来了，我还以为你不会回呢。我是打的士，降都不降一声就私自离开工作单位，你什么态度？我帮你试试。什么试试？讲出来吗？让大家评评理。不服气还是没道理？你愿意承认错误就对大家讲嘛，以后一定要坚守岗位，愿意接受指导，愿意改过就讲。讲，以后公照翻嘢照做，我改过，我服从伟大英明嘅领导，我支持阶级斗争，咁得未啊？吓？
揾唔到嗰个人，以后正正经经做嘢咪仲好。姨丈话最惊你识埋晒啲唔三唔四嘅男人啊，点知原来你又佢家识咁讲。初初去旭华送部E车同单车上门嗰阵，佢咩态度啊？笑到嘴都合唔埋啦，又话人系经济专家，口口声声啊，仲叫你大表哥同二表哥跟埋去带货添。今日指东话西，听日指西话东。佢早知自己咁识睇形势讲说话，一早做咗领导搞政治啦，咁咪唔使做晒一世工人阶级，冇为番禺咁好出息咯。咁你真系中意嗰个男仔噶啦？你识佢都唔够三个月时间。大家都系思想开放派，识一日了解个人嚟识一年啦。你啲咁嘅封建头脑，恋爱都未谈过，你唔明噶咧？其实我唔系乜都唔明噶，都有个有男仔约我去街嘅。我哋第一次约会啊，就识噶啦。咩？你咁大胆噶？跟住佢仲同我两个人去桂林同西安玩。佢識好多單位啲人嘅，我哋去邊度都有人接咁滯，晚晚住大酒店，落的士高，啲嘢啊全部用外匯券買嘅。嗰個人真係對你有感情㗎？如果唔係啊，落到嚟澳門點會又寄相俾我，又寄信俾我啫？你話啦。咁你又話拉尾佢又冇曬消息俾你？你唔俾澳門又好得大陸公安嘅咩？你唔俾佢驚立亂泄立行蹤會有危險嘅咩？乜真係有公安嘅咩？咁澳门咁多黑市人住埋啊，又唔见得佢哋翻去，你话啦，点解啊？我点知点解啊？点解要做待业青年啊？点解我系中国人唔系澳门人啫？点解我老豆唔系高干啊？我就想知点解咯。是澳门政府最后一日为无证的青少年以及儿童办理登记身份证，登记的时间到夜晚十点钟就会结束，但是两个登记站外面排队的人就并没有减少。警方估计目前仍然有超过10,000人是在轮候的，而排在龙尾的人就显得很担心了。如果今晚十点钟又排不到人去，那怎么办？我都不知道怎么办，我都不知道即系命运啦，嗰阵时咯，睇点咯。咁样上啦，嗱，我两个女喺度出世嘅。不过轮候嘅人之中咧，有唔少系唔符合登记资格嘅。俾我咧就带架29寸翻去，起码个合格先人先啦。黐线啦，29寸咁贵，我哋两个人夹埋一钱都买唔起啊。咁你谂住买几多寸啊？最多咧买个21寸就算啦。不过而家都冇钱买，要几个月后先买得起。条件嘅话就可以去到前面排队，而保安师傅应该我都睇啦。有冇搞错，老细？又系应阵间就冇嘢睇，近极都唔识喐啊？点搞啊？快低整咯，咁唔系点啫？十手老爷机系咁噶啦。哇，老爷你又卖俾我？老爷你又唔卖啫？嗱，你讲啊，你整定唔整啦？我剪下几单都整啊，唔系我嗰两名仔吊颈啊！喂，阿明，只系需要1个月嘅时间。诶，前面就系噶啦。咩？啊，我住喺呢度咋？呢度好好噶，风凉水冷。你射够未啊？仲快同阿龙去钉板。好啊，我过嚟坐啊！呢度有台凳，舒服啲嘛。行近耐晒口干噶啦，将水你拧下。
呢度啲人係中意睇啲咁嘅嘢噶啦，你唔啱睇嘅。係咧，我做過四五個地盤噶啦，呢度遲下又轉。你點會落嚟澳門嘅？有間仔廠想請你工啊！你都會啱條件嘅。我阿爸俾$500你介紹人。你唔係同阿旭華一齊偷渡落嚟嘅？你唔好太過衰仔添啊！佢正衰人你噶。在上高一切被公安追的陣時都還記得我們亂成陣線，一落到來咋見親我都摁住個鼻走格不透天啊。那你怎樣又是做地盤啊？他使乜做啊？他張口還畫過一號計油啊，走埋不理男女老亂，连龙嗰个都几乎俾佢吞到塌塌电咁滞啊！诶，你唔系真系送个衰仔将个心都交咗俾你啊？佢就风流啦，而家有几个女人啊？我都估到，连细路都有埋，你估唔估到啊？一定要埋父母的身份证才得啊！咁你大陆个身份证呢？系啦，就嚟要枪毙你啦！咁你唔俾啊？个 B B 仔冇得射，咁你唔使理噶啦。你等等，嚟再掂嘅，换药行。路边，喂，陈生，系啊，喂，而家有10斤雪糕，肯唔肯落先？好近啫，珠海啫嘛，两日内随时嚟到澳门。陈生，唔系咁讲啊嘛，陈生，杯叔话字头，自己人好计数啊，都揾外人咧。佢嚟咗唔得一個月啊嘛，係東莞嚟嘅，嘿，梗係冇身份證啦。喂，係啊，佢話750都肯做喎。唔該嚇，你哋問點啊？我喺嘅，我嚟俾你睇啊。我親同你讀嘢，天啦嚇，3.5，冷門7號29.6。我今晚真係高興，9.7。我以為成世都見你唔到啊！你知唔知我掛咗你成年啊？睇你咁瘦就知啦。点啊？你阿爸对你好唔好啊？仲有冇闹你成日去飞电单车？你走咗之后，我都未俾第二个人再过去玩。真嘅？中山路班货车仔同水涌班黄牛仔都知道你冇咗，我会好寂寞噶啦。咁你又会咁讲礼貌，唔起你做菜啊？有冇都好啦。讲你神唔中意听嘅，不过有样嘢系真噶，我身上仲未有第二个男人浸彩，高唔高兴啊？我今晚闻过先知道。诶，唔好喐。你而家帮人做紧啲咩啊？走私啊，药材啊，电器啊，一船一船。冇危险啊啦。而家咩地方冇官倒，咩地方冇貪污啊？有咩咁危險啊？講到明食咗40年嘅大鍋飯啊，都話食多50不變。其實我而家經濟前途簡直就光明到不得了。賺咗錢之後買層樓俾你住啊，好嗎？好唔好啊？
我都知道你實唔甘心喺度做滿三年工，想我翻上去噶，係咪？你唔使喺人哋呢度飲咩？你唔中意嘅，可以一個都唔見嘅啫。抱住個仔我都唔理啊！唔理。做咩啊？喂，送你翻去啊！唔使啦，我知点行条路。好啦，排队走啦，走啦，翻嚟啦，翻嚟啦，走啦，走啦，走啦，翻嚟啦，好啦，走啦，翻嚟啦，咁都唔使啦，翻嚟啦，冇啦。走啦，翻嚟啦！已經翻嚟啦，小姐。嚴格資格嘅無證人士，請你哋立即離開。而家特赦期限已經過咗，請你哋唔好再作無謂嘅逗留。如果唔係，無證人士將會受到拘捕嘅可能。走啦，太太，冇噶啦，而家嚇，走啦。阿 Sir， 你俾次機會我啦。個 B B 先生咗一個月嘅咋，佢有冇出世嘅，有出世紙嘅。如果冇老豆老母嘅身份證嘅咧，就算有出世紙都冇用噶，我哋唔理噶啦，走啦。走啦！都系你老豆衰，这块知道。洪生，你睇下咁后生做得嘢噶？$500。哦，洪生啱数啦，人银两客，多谢晒。下次收我七次好啦。嘿，你望都好咁快，要下一次啦，起码用咗2年先系啱路数噶嘛，系嘛？
拜拜靚女，拜拜，好好好，拜拜，拜拜。佢同你講清楚曬啲條件嘅，每個月嘅人工我會分兩次俾你，每次350。我老婆會買齊啲餸俾你煮，基本上你冇假期嘅。你有冇親人喺澳門啊？冇。冇咩事最好就唔好出街，澳門啲保安唔知幾時會喺條街度出現嘅。我明白啦。翻嚟几日啊？五日咯，过埋清明节，第三日就要翻工啊！表姐啊，我点同姨丈地讲啊？咪点讲啫？你唔识话我想留实喺澳门，而家托紧朋友咩？哇！咁即系话你迟透帮你搞喺澳门啊？总之有办法啦。诶，隔篱房个母后妹咧，早个礼拜又走咗啦，激到狗啦个靓仔欣啊，五百大血管都爆晒血管啦。不过我听讲咧。佢嫁俾个印尼华侨啊，揸的士噶，不过带佢成10年。知道头先你搭的士嚟揾我一扮，可以撞彩嘛？而你都黐线噶，10年。表姐啊，我系咪唔同得姨丈讲啊？咬啦，近死你啊！表姐啊，唔好同姨丈讲，你见过嗰个人啦，嗬？你想下年有山伯，你咪讲咯。你带啲咩翻去啊？一架20寸平面方角，仲有计算机，同埋好多衫衫裤裤啊！喂，你真系冇嘢，叫我带俾你屋企人啊？手表同埋电视机都冇。最衰啦！呢度咁多嘢，都系你侍候婆嘅，又唔拎得走喎，嗬？阿雄啊，同我执咗啲嘢噶。系，唔好意思，得，嚟。唔使驚啊，冇搞方面啊，要，哎呀，同我抹埋噶 ，OK， 夠啦，阿張要唔要？繁盛的黄埔井大街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历时个几钟头。他们高举一张胡耀邦的画像，侧边是写住何处招魂四个字的挽联。根据民主，是中国现代共产主义的方向，是中国的希望，是中华民族的希望。民主自由之光永存，耀邦同志安息吧。他是連同在場的群眾一起高叫民主萬歲，打倒貪官的口號。姐姐啊，那裡是不是葡京啊？亦都是有人帶領群眾唱歌。
咁边度系大陆啊？边度啊？现在从事最高位嘅学生就大声念群众颂。点解黑掹掹嘅？因为佢两个天都唔粒星，唔够光咯。出咗街啊！出咗街，由得佢啦。佢想买嘢翻乡下喎，我睇佢搵人借钱啩。又喺乡下冇亲戚朋友嘅，点知佢啫？诶，头先出粮俾佢，佢居然够胆死，想问我借3000蚊。咁你唔借俾佢啊？干。喂，系啊，陈天实与阿 Mario 话咧，呢排啲地产市道又几好啊。你知香港嗰班友噶啦，炒到冇得炒，连氹仔啊都成1000蚊一尺，咁样入翻几间啫。会堂东门外面嘅楼梯上面跪低，头顶请愿书，要求李鹏总理亲自接受嘅，李鹏咧就冇出嚟接信，学生拒绝将信件随便交俾公。真系天真，只系求下人，人就乜嘢可以应承佢，又唔自量下自己咩 quality 咩新思萝卜皮。你讲阿红啊？正六15点大啊！哎呀，好难啊！今晚我嚟买啊！有本事啊，郭三军啊，姐姐啊！喂，哥哥姐，今日旺大定旺细啊？哦，今晚啊旺大喎，跟大有着数。你话我话啦，嗱，你系女人啊嘛，女人啊咩都中意大噶啦，系咪？谂唔掂买个细咯，细细地买晒，细细地啊蚊瞓啊，想赢大钱啊，梗系大大地买啦。嗱，大大地买大啦啫，其实赌钱同做人一样啫嘛，掂唔掂？有时一踢铺嘅呀。好，听你大，买面嚟收啊！细细细细大大好。4431点，紧紧大啊！唉，有冇搞错啊？好早热咗香啊，差嗰时都仲香啊，身份证啊，嗱咩啊，跟我走，你扮英明咩？有钱都唔要，听日你就后悔噶啦，做咩？啲钱臭噶，跟我走，哎呀，企咁大做咩啫？行啦，八婆，喂，好啦，唔好拱啦，身份证啊。充公，对唔住啦，我哋都冇办法嘅。虽然你喺我度打工，不过你根本就冇证，我哋系唔可能去保安部担保你嘅。你都明白噶啦，我哋最多啊同你执翻好多行李，有可能嘅话，你咪试下搵啲人嚟攞翻啲嘢咯。
我自梦梦又一年，寻梦里盼望你我依然，望晚星困倦散落昏暗的光线，如像今天眼泪偷偷暗示，脑海中是无限痴缠，无尽爱意盼望与你相连，但我给岁月印下一颗沧桑脸，描画得失背后身经百战，愿你知世事每时失去了预算，要接受定一刻哭笑难辨，就算某日某夜是谁经过了巨变，也会快乐地怀念昨天。爱未在1980年代，一个中国内地的居民，他以所谓的非法手段去到澳门，这个葡国政府一早已经是认为是主权属于中国的城市，他在这里打工，但是被称为黑工。澳门未回归之前，是去澳门旅游，你会发觉一个很得意，就是葡萄牙选举澳门是有的，即是说他其实是有被选的议员在个葡萄牙国会里面。咁呢个就形成咗一个特色，就话当呢一个中国嘅内地嘅居民，佢需要用一个非法嘅途径去到，虽然嗰个系属于一个中国主权嘅地方，但由于个治权仍然系属于葡萄牙嘅，因而佢系被界定为一个黑工。鸡姐啊，共产会发一份工作证明书给你们，拿着之后上街呢，就不怕给人当合适居民啦。等3年合约满了之后啊，或者你们要回老家去探亲，才可以拿这本护照回去用哦。清楚不清楚啊？我再正式的讲多一次啊，你们一定要老老实实的工作，千万不要打什么鬼主意哦。黑工嗰个嘅现象喺当时澳门系一个好普遍，正如李丽珍咁，佢打住家工。他哋嘅收入亦都好得意，一定唔及澳門人嘅，澳門本土人。咁我記得嗰陣時一個好大嘅記憶，係同啲無證嘅兒童登記，呢啲嘅黑工落到嚟，或者佢兩夫婦又好，或者落到嚟開枝散葉，而形成咗小朋友，就等於佢係冇户籍。而家睇翻轉頭，澳葡政府當時佢用乜嘢嘅行動去解決咧？嗱，你講個黑工出現嗰個年代咧，其實就即係都係一個社會需要嚟嘅，因為唔需要黑工啦，係嘛？澳門人口亦都唔係好足夠咧，去應付嗰個經濟發展。佢亦都唔係好似香港咁樣有個所謂底類政策啦，你去到市區揾到個親戚咧，你就去登記攞身份證啦。咁呢個當然有香港嘅背景啦，澳門嘅問題咧就一路咧係社會需要所產生嘅。咁但係因為黑工咧，佢冇身份啦，就剝削一定係有噶啦。如果唔係咧，即係澳門啲居民真係打黑工嗰啲工啦，係咪？佢同你講清楚曬啲條件嘅，每個月嘅人工我會分兩次俾你，每次350。我老婆會買齊啲餸俾你煮。基本上你冇假期嘅，你有冇親人喺澳門啊？冇。冇咩事最好就唔好出街。澳門啲保安唔知幾時會喺條街度出現嘅。我明白啦。咁但係點講都好啦，佢哋都有下一代嚇，喺澳門咧係發展咁下一代。咁呢啲咧，澳葡政府當然亦都唔係好處理。原因其中原因就係即係當時已經進入去一個澳門前途的問題要考慮了，因為大概86到89這段時間，中葡兩國就澳門的前途商議了很多的安排，去到最後呢，就是局勢大定了，
就決定1999年回歸。咁由嗰時開始咧，澳葡政府就要向呢個回歸呢條路咧係進發啦。咁咧就將呢個黑工問題咧係解決嘅。今日係澳門政府最後一日為無證嘅青少年以及兒童辦理登記身份證。登記的時間到夜晚10点就會結束，但是兩個登記站外面排隊的人就並沒有減少。警方估計目前仍然有超過10000人是在輪候的，而排在龍尾的人就顯得很擔心了。其中一個做法就是，既然那些小孩在這裡那麼多年，不如將他轉變成為正式的澳門居民。於是那時有一個就是龍的行動的計劃，就是呼籲那些無證的兒童去登記身份證，即係正式成為呢個澳門人嘅。